大喜之日，竟成为官府的驸马爷。一不能再婚，二不能纳妾，已经被迫守节整整八年。男女有别，在做什么？驸马的职位无法出仕，乃是整个朝鲜最严重的资源浪费。我主张与公主的婚姻无效，让孟博士的三个闺女在两个月内全数成亲。寡人会考虑让你去做官。有个善于做媒的人，他叫黎州神。我是要来扫荡怨女。什么扫荡怨女？我呢，不会接受大人交付的委托。此事若失败，寡人也只能将你赐死了。你们为何都要这样对我？7月3号晚间11点，朝鲜婚姻大作战，东森戏剧40台。